哇，你看一下，哇，是不是美 ？OK， 好，漂亮。你看一下这个，你看帝王金丝的那种虾卷，整只虾的虾饺皇，里面是真的有虾子。对，一点红虾饺 ，OK， 这个翡翠。来，下面是什么？来，这个腐竹卷，你看，胡萝卜，是，你看，要么左中堂鸡，这个汤汁甘露，他们家最有名。然后你看，来糯米鸡一个，好，三个人499，然后帝王蟹吃到饱，啊，你有病。这个他们家的、哦、超大蛋菜，还有这个是兔子哦，奶黄包，好、哦哦、巧克力黑金包，这种传统美食的菠萝油，这种就好、哦、我们把它全品相自办来吧，柚子包，马来糕，马来糕，嗯，小金酿的热牌好吃哦，虽然它不是包子，帮你它还是在流了，哎，非常好吃，一定要点。台湾蟹球真的是万奶茶，好喝。红豆不会太甜，它红豆是顺的那种。有这些。韭菜金虾饺吗？金沙鱼皮。哦。剁椒海上鲜。这个是水果蛋糕，看起来不错的饼干，然后起司蛋糕，他们家很喜欢起司蛋糕。One Peak 有阿根道斯有8款。OK， 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川门子，川越百汇。原来说，我后来看他们都在拍这个川越的这个门口啊，哦，我以为很小间。哦，就一看历来哦，原来是同一间呐、啊，这川门子，那就川门子不小啊，156-2号，南竹路二段156-2号，这样子 ，OK， 来，停车场真的很大，你看，我们这边看过去这里是都停满嘛，但是你看上面还写什么，还有154个车位，什么状况？好扯哦，还是南瓜马车，没有南瓜。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让你拍照哎，明明是川跟那个港点，对不对？那前面那个。小姐想要拍照被我吓跑了，拍起来不错。好嘞，我们就是来吃下午茶，然后499，哦，漂亮的，哦，哎呀，哦，漂亮哎，真的假的？来拍一下啊，很漂亮哈、啊，啊，小哥在拍，这样 ，OK， 好，不好意思 ，OK， 穿越百汇的吧，这里大概有6道错，很漂亮哎、欸。金沙鱼皮，哦，剁椒海上鲜，哎，看起来是都不错，这个东西是都不错，这是小只一点的三点蟹。这个是、哦、海鲜豆腐堡，青草季节时蔬，哦，好、哦，有这些。韭菜金虾饺吗？
哎，翡翠海鲜饺，然后对虾饺皇也可以，也来一个。然后红虾饺也来一个。好，先这样，好，先这样。哎，哦，水果蛋糕，起司蛋糕，其实这个看起来不错。然后这里还有其他的，看起来不错的饼干。然后起司蛋糕，他们家很喜欢起司蛋糕。One Peak 有五款，他跟 Dust 有八款。哇，你看，哇，真是不少。哇，超漂亮。哇，你看，对。哇，你看一下。哇，是不是美？哇，可以。哇，你看一下，帝王蟹脚，太不可思议了吧！499，我这辈子吃过最超值的那个吃到饱了吧？然后呢，看一下，哎，谢谢哦，看一下金丝的那种虾卷，虾饺皇，你看是整只虾的虾饺皇，对，一点红虾饺 ，OK， 这个翡翠。来，下面是什么？哎，这个，哦，你看，腐竹卷，你看超大，你看，哦，胡萝卜，谢谢。然后你看，鱼哦，这个是排哦，你看嘛，左宗棠鸡的排哦，哦，超大蛋菜，这个杨枝甘露，他们家最有名的杨枝甘露。好，然后 OK， 就这样啊，各位，我们来吃啊、哦。太神奇啦、啊，杰克！哎，我第一次看到这间哦，也是在社团看到的。然后有杰克开吃的大大，还有那个黑社长，好不好？这东西真的是499可以出现的东西吗？我真的是很怀疑啊！来吧，开始吃了，不管了。来，各位第一个哈、哦，这个蛋菜，来，看一下这有多大，有鲜味，而且很新鲜。很好吃，这是我近期吃过最好吃的蛋菜。你看那个这个有多大个？先把海鲜吃一吃，小章鱼。对，小章鱼是脆嫩的，好吃。好吃，都好吃啊、哦。鱼皮啦，鱼皮啦，嗯，哎、欸，那个鱼皮很好吃，来各位，这个，吃的萝卜糕的酱啊，还有点甜口，然后是蒜蓉甜口的蒜蓉，好吃。来糯米鸡，各位。来，嗯，好吃，有一点清香，然后呢，有点像南部粽，但是有北部粽的比较油香一点的那个香味，就是银杏肉，好吃，里面肉不柴，来个叉烧包哈，他们家的好。东西还维持精致啊、哦，像那种配酱都有独立的、哦、很不错。小朋友很期待这个，来看一下，这个还有他也有在单卖的啊、哦，他不单卖，他有在那个一整包卖的。手撕兔子哦，奶黄包，手撕兔子奶黄包，嗯，哎，对，你看。你看，好吃，这个黑金包啊、哦，哎呦，巧克力黑金包，你看 ，OK， 哎、欸，没有跟你开玩笑，蛮好吃的，哎、欸，蛮好吃的，终于比较我有兴趣的，我就是喜欢这种传统美食，软糯，然后呢，馅还蛮香的，嗯，比一般的这个好吃，菠萝油。冰火菠萝油，外面这层是酥的，
就是菠萝，里面奶油，融化不错，好的，凤爪，来，好吃，这种茶招出汁的，来吃一看，吃到现在也不知道，来，这个很好吃，来虾饺皇，你看，你看它虾饺皇的虾子很大哎，你看，里面是真的有虾子，然后虾酱，好吃，充满了咸味，这根本就是帮所有朋友啊，我们把它所有品项全部试了一遍，这到时候可以写啊，全品项自办。有抹茶的清香，然后呢，口感也不错。然后呢，这个你看，这个是有 Q 弹，看一下啊。哦，它这个芝麻馅你看不错，你看是不错。对，它这个芝麻包可能是我吃过内馅来说是第一名。来吧，柚子包，什么包？看一下，马吉的坚果的马来糕，马来糕。来，好吃，香甜，比较有蜂巢感。来，杨枝甘露。嗯，果肉跟那个橘、那个芦荟之类的，口感很不错，很棒。然后芒果的甜味明显，好喝。来，这个是香菇肉燥，这个热排，你看，好吃对。有点辣，但是好好吃啊、哦。这个比那个小金酿的热排好吃好多。好吃，不过它的皮没有那么紧实，就跟真正的高阶一点的，类似说益牙居的时候南京，有点差距。但是这只是它的热炒啊，好吃啊，是。虽然它不是包子，看一下下面有这个，你看一下，它的皮不会太厚，但是呢，它内馅没有太湿润，所以。还好，哇，总算可以吃料理了，鲳鱼，味道可以再重一点。哎，哦，哎、欸，它这个看起来不错。Oh my god！ 哇、啊、哦，各位，好酥，没有。嗯，对，这是我这几年来吃过最好吃的芝麻球，好吃，哎，最好吃，哇，奶黄芝麻球，你看温度没有那么热了、啊，它还是在流了，好吃，哎，这个很好吃，来，嗯。蒜味也够，豆豉香味不错，它有入进去，好吃。来，这个期待很久，嗯，结果真的有虾仁，果绿虾仁，对，竟然是果绿虾仁，哎，不错，好吃、啊，嗯，对，推荐，好吃，很漂亮、哦，这是樱花味。冰咖啡真的很冰咖啡，好喝，之后喝一口冰咖啡，整个解腻。来，你看，各位499啦，你告诉我哦，我也不相信啊。你看一下这个，你看，各位看一下，帝王蟹最主要的分界点、分水岭是什么？就是我以前吃过1000块的帝王蟹，知道吧？它的帝王蟹的肉啊，会粘在壳上面。
好，那就是冷冻很久啊。我不敢说它有多新鲜，但是它是可以分开的。对，是的，你看，吃冷饭，很谢谢粉丝吧。先吃点粉丝啊，有鲜味啊，但是就是很小只。试试看，怎么样？怎么虾仁？来试试看，里面有马蹄、韭菜，某一种海鲜的肉，蛮好吃的。对，这个有点水准，是最香味的，对，不会抢戏，肉的鲜味有出来。这个是那个，听一下啊，听一下啊，哇，哇，好酥，里面是虾的，虾泥，哇，好吃。日本的不是吧？应该是米粉，最细的，这是米粉，最细的那种米粉，好吃。蟹黄烧麦，哎，你看上面有蟹，鲜味整个爆开了，你看，带有点 Q 弹，但是不会太，不是脆的那种，好吃，好像是韭菜虾的。好吃，好吃，翡翠，好看。我们总共拿了好多虾饺吧，一点红虾的红虾饺，你看里面直接透着一只虾子，里面有一只大虾子，来，白花蟹球，里面。肉、蟹，口感 Q 弹，鲜味十足。来，腐皮卷，哇，哇，看看，有都是虾仁啊，那些东西，它外面是酥的，不是脆哦，酥的，哇。好吃，有够好吃，有够好吃。一定要点这个，对，它那个炸的功夫了得。来，丝袜奶茶，等一下，丝袜奶茶好喝。来，红豆冰，真的冰哎。虽然那边有那个啦 ，Moment Peak 跟那个哈根达斯，但是你看，这是人家做好的冰给你，你看。哦。嗯，不错，各位，红豆不会太甜，它红豆是顺的那种在一起。哦，对，原来这个东西那么好吃啊！好，来这个饮料哈，没有雷的。好，这个杨枝甘露，红豆港式红豆冰。好，还有那个丝袜奶茶。好，就连咖啡都好喝。内附小票。大家看一下哈，三个人499，加一层1647，然后帝王蟹吃到饱，啊，就送，评价就送，是非常的满意呀、啊。虽然那个帝王蟹是绝对是冷冻，啊，但是呢，它肉分离开来，啊，相当的棒，啊，推荐给各位，啊。那他们家的港点哦，也是很用心的，出乎我预料啊，简直是太棒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麻烦各位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那非常感谢各位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